让谢霆锋给我们做顿饭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看这里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白冰，跟大家说件大事啊，谢霆锋邀请我去参加他风味派3周年的美食品鉴，而且他是亲自做给我吃，怎么样，羡慕吧？现在我们就一起去见见我们从小的偶像，同时再尝尝他的手到底怎么样。走。哎，你好峰哥。你好白冰，谢谢你。你好你好你好，终于看到真人了，我的妈，这从小就看你们的作品。我也经常刷到你的视频，因为最近呢，我在准备风味派的下半年的一些新品的研发，那我就问团队说有没有一个专家是什么都吃过，而且是敢实话实说的，他们就说应该是 MR-Baibing， 那所以今天谢谢你们。我的荣幸，我的荣幸，我的荣幸。给我们一些意见。不是吧？要我给意见？问题是我懂个屁啊，我就知道吃。没有没有，能被邀请就是我的荣幸了，我觉得。那咱什么时候开始吃呢？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准备啊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兄弟们，谢霆锋给我做饭吃，你敢想吗？啊，地道菜感觉快好了，兄弟们，你看，我都闻到香味儿啊。白冰，哎，先尝尝这个。哇，红烧肉。哇，这个兄弟们看着可以啊。来来，我们尝尝看啊。哇，这个卖相绝了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？怎么样？兄弟们，说实话，这菜做的很一般，但上来就说实话，他不会打我吧？还是再尝两口再说吧。感觉如何？峰哥，我们确定今天可以说实话是吧？必须讲真话。必须讲真话的话，就是。就是我感觉这道菜一般，因为可能在上海啊，我这个红烧肉吃的有点太多了，就我感觉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亮点，或者是让我突然就觉得啊它特别香的那种感觉。就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不打我吧。跟我感觉是一样的。这个新品呢我们还在测试中，对，还没想出这个所谓的眼前一亮的这个亮点。你这小子真敢说真话，特别好。那你先做，我再去煮一。好的，好的。啥意思？测试我？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兄弟。哇塞！来试试咱们的烤肠。我这个看着可以。你慢慢吃啊。哎，好嘞。这闻着都香。哎呦我的妈！快爆汁，兄弟们！哇塞！这太好吃了，这好吃，这好吃！大火烫，它里面全是肉，你看，而且它不是我们平常吃的那种普通的那种烤肠，就是我咋跟你们形容呢？就是配了黑胡椒，它还爆汁，就全是肉，我的妈！我咋这么大第一次吃烤肠，嘎嘎爆汁，我是太香了。来，凤凰，你尝尝吃，来，这太好吃了。来，阿姨，老香了。哇，又好了一道菜，兄弟们。来，这是我们的经典意面。意面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但不过，说实话，兄弟们，这看着有点普通。你尝尝味道怎么样吧？啊。有一说一，哇，这厨子手艺还不错。你整品可以啊，兄弟们。我绝了！你看，兄弟们，我们面都快吃完了，它里面还有这么多酱料。你看，这大肉粒，哇！这面吃了太满足了，兄弟们，这料太足了，完全可以说就是我在上海那个米其林那些餐厅里吃的，完全可以跟这个媲美，甚至可以说这个更好吃，他做的很正宗啊。没想到峰哥手艺可以啊，我以为他之前拍的那些美食的那些电影，我以为拍着玩的呢，没想到有两把刷子啊。
塞，兄弟们赚到了啊！